啊！那我自己又一样，没有，那我怎么看我长相？到现在为止还有人搞不清楚我们有的课程网页的话，好，千万不要，忘记了哈，我们所有的课，我们所有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资讯呢，都在这个网页上面。不要再声控老师。受爱吗？所以呢，所有的，等一下，再爱我们就可以声控。没有没有。好，所有的那个课程的资讯呢，都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哈。所以你只要到我们系上的那个系所名成员里面找到我的照片哈，点进去以后就会出现这一页哈。这一页你就不要管它，因为这页好久没有更新了。OK， 好，但是呢，这个普通物理哈，这样还在上头哈，所以呢，按进去了以后，我们所有的课程有关于这个课程的资讯呢，都会在这个上面。那要给大家看一下呢，就是我上。我才刚刚发觉，原来考试已经快到了哈，所以呢，上礼拜的确有很多同学已经来问哈这个考试的事情哈。那原则上这个期中考试呢，表定是11月15号，好，11月15号。但我个人觉得，如果再延一个礼拜到22号的话，我们刚好会有从今天开始到3个礼拜，这中间呢就可以考大概这么多的题目，稍微比较好一些。OK， 所以有没有同学有反对的？那这当然有一个好处，往后延一个礼拜的话呢，刚好可能跟你的其他考试会错开，或者也会撞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但是原则上，你会错开的机会比较大。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就是在上课的时间考，好，我们跟微积分不一样，因为微积分因为是那个所有的题目是大家都一样，好，所以必须要合在一起同一个时间。好，那普物的话呢，是每一个老师自己。好，所以我们的题目大概就去注意上课，所以我就会告诉你要出这个题目。好，有些时候都非常非常的那个，都非常的这个坦白哈，就直接会告诉你。所以上课的时候是会有用的。好 ，Anyway， 所以呢，如果赶快注意一下哈。所以如果说我们在11月22号考，有没有人以死不同的啊？有什么困难啊，或者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机会再改变的哈。也没有人反对啊，那原则上我们就在11月22号。那从现在开始还有3次的上课的时间啊。那还好的是，因为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考试呢，大概就是会以这个牛顿力学为主。好，那因为牛顿力学对大家来讲呢，其实已经是练过很多了啦，哈，已经练过很多的，所以我不太担心，你也不用太担心啦，哈，老师讲。中文，我不是中文，他不是中文，大概应该是要英文才对啦，哈。不要，但是不要，但是哈 ，anyway， 所以呢，总之是中文，好是中文，哈。这样的话，我想希望希望降低大家一些那个考试的压力啊，哈，因为才刚刚进来，但是千万各位同学一定要记得哈，这个未来的4年就是你增加英文。4年毕业以后，可能是你人生英文最高的时候。OK， 老师，你这4年花多少努力，可能就在那个地方。没有啦，当然还有人可以有在更进步，但是可能对很多大部分的同学来说，可能那个就是要点点。然后，所以呢，好好的这4年呢，会把自己往上垫。我以前都喜欢跟学生讲一件事，就是说，那个其实大学生跟不是大学生，现在没有什么太所谓不是大学生，比如说这个就是说比较好的大学，或者是。不是特别好的大学，差别在哪里？如果去找工作的时候，当然他会看到你是哪个大学来。那还有另外一个差距呢，就是你英文会差多少 ？OK， 好、哦，所以那这个对很多公司你想象不到的这个工作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哈、哦。我举这个例子，原因是我太太是在台达电工作。那在台达电，你觉得它是个科技公司没错，好、哦，但是你说它跟英文有直接相关吗？好像也没有。但是不幸的是，所有他找过的人等等，好、哦，那个英文对他们来讲都极度重要，好、哦，好，那到底是哪一方面的英文重要呢？我通常跟学生讲的时候，
好，就那就那个就花一分钟的时候讲。好，英文学习的时候呢，请记得哈，口语最不重要。好，这个跟大家的这个想象是最相反的。好，口语呢 ，basically 没机会啊。好，在台湾要说你要口语要练到什么，机会非常非常小。好，但是 reading is so important， 所以呢，读写当然能好是好啊，但是一样你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下也没太大的机会。好，但是呢，读是你可以自己靠自己的功夫，在未来四年里面让自己变高一级。好，这个是背景经验，说真的。好，所以呢，那所以呢，为什么要课本？好，就回到我们刚本来讲的主题。好，课本呢，大家都在基本上看起来很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有买。那读倒不是说你需要一定要买这个课本，但是呢，你会发现以前常常会有同学呢会看英文本。OK， 好，那就英文本像这样的教科书，对大家来说最大好处就是它是英文的。啊，那你即使没有把它读很多，你读到的部分如果都是英文的话，其实对你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好，而且呢，教科书跟小说不一样，小说呢靠每读文学靠大家的这个个人的性情啊，靠个人的才分。但是呢，读教科书就是平铺直叙 ，OK， 好，所以呢，你们的教科书不只是我们的服务而已，包括国际分，包括你未来地球科学系其他的这个教科书都一样哦。那个光电学程的同学的其他的坑也是一样，这些教科书其实是写的很好的英文，哦，所以即使你不是真的需要去再找一个机会说哦，我要再去上一个英文课啊，或者，其实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教科书好好的读好，你的英文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这是我个人的。OK， 那通常到头来就是，真正大家呢会花很多时间去找很多的英文课程啊，或者做什么。那其实你到头来你跑太多花样了以后，你不见得真的把英文学好，这个是个人的背景学好。好，但是提到课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个课本啊，不用带到课堂上来。Sorry， 我忘了在第一节课上就跟大家讲。所以上礼拜是你，是你跌倒吗？是不是？对，还好吗？好啊 ，OK， 好。我后来想，他们因为带了课本，所以因为课本蛮厚的哈，所以呢，我们的教科书是不用带到课堂上面来的啊。原因就是因为太重了 ，OK， 好，原因就是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太重了啊，因为太重了。然后你已经上了我三个礼拜的课，你已经知道我疯狂什么拿的书呢？没有一个东西跟课本有关嘛，对不对？对。再来应该会好一点，再来应该会好一点。因为我就开始进入正题了啊，但是呢，原则上我一直希望你把它当成是看电影一样，好，当成看电影一样，因为就是说我所有的东西都在投影片里面嘛 ，OK， 好，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投影片对我来说是我花很大的精力在制作的一个东西，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问我说我对这个科目呢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希望着重什么东西，我的要点是什么，我考试会考什么，就看投影片啊。OK， 好，看投影片。当然，投影片很多是多出来的。我说过，因为那个是给大学物理系，所以我在那个网页上面都会非常仔细的。今年特别要非常仔细的呢，就是要把所有的哪一页到哪一页，那表示中间这些人可能就是多出来，对你们来讲不是太重要啊。所以呢，今年会做得更仔细一点，把这个哪一页到哪一页把它弄得更仔细。但是呢，再说一次，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呢，你想要知道我对这个服务的看法，最简单的是看这个。好，看我的投影片啊，当然，因为投影片里面没有太多字啊，好，因为没有太多字，所以你还是要辅助课本啊，因为投影片我再怎么做的再仔细，也不可能真的就头尾写得很清楚 ，OK， 好，有些时候有头没有尾，有些时候有尾没有头，好，你看点你也就知道啊，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有机会能够多说一些，但是呢，要把它全部都写下来是太累了。OK， 所以课本还是有需要哈。那好处就是说，课本呢，我也并不是要你所有的地方都读。比如说，你看我去年哈，这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我去年的这个 item 里头，我都有告诉你说，化学品。By the way，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课堂上会讲什么的话，你就看我去年这样写，今年会稍微少一点，但是也就差不多那样。好，所以呢，比如说 reading 21.6。reading 呢，22章，22.1、22.3、22.4，然后 example 告诉你哪几个最重要，好，再也没有比这样写的更清楚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你课本不要真的读完，因为那么厚，我读完就已经老了，
胡子都长出来了 ，OK， 好、哦，那所以皱纹就长出来了 ，OK， 所以呢没有这回事，好、哦，但是呢我已经把其中最重要的把它挑出来，那特别是有特别是这个刚开始的这一段哈、哦，因为呢刚开始的这一段力学，我们的台湾学生比美国人要厉害得多啊，好、哦，所以呢，力学的部分我都建议你可以干脆直接跳过去都没有太大关系。我以前给学生的建议是，你只要看式子就好 ，OK， 啊，你如果看这式子呢，哎，这我小学的时候就读过了，哎，美国人的程度比我们差很多了，所以真的，啊，大学生的程度，啊，所以呢，理化程度，啊，所以呢，你如果看起来说，哎，这个是我好像小学就读过，没错，啊，那就当然跳过去啊，你现在读那干嘛，对不对？啊，所以看式子，啊，那当然你如果发现奇怪，我刚好有好几件事情，怎么这个式子我非常不熟悉？那很可能是你高中老师没有刚好没有教到，也有可能哦。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稍微读一下。所以呢，再一次力学的部分呢，力学的部分哈、哦，你就可以稍微快看得快一点哈、哦，因为呢，这个大概就是你以前都 more or less 都学过。所以回到我们的正题考试，所以呢，我考的这个题目呢，大概就是以力学为主哈、哦。第一个向量，上礼拜大概说过，今天再继续说。然后呢，牛顿运动定律，摩擦力。还有力学的题目的推演，最后啊到这里你可以大概 more or less 就猜得到我要考什么嘛，对不对？好，我当然讲课的过程之中会再说的细一点，好，但是呢多多少少大家已经都可以感觉得到，这就是你以前高中考的东西 ，OK， 好，所以大学的第一次期中考没有什么好新的，没有太多新的可以考啊，但是呢这些东西还是要再稍微再，我希望确定每一个人大概都知道，好，因为对物理来讲。牛顿力学就是一个典型啊，好、哦，就是一个典型。OK， 有了牛顿力学的基础，其他就很好谈的，好、哦，就比较好谈。OK， 好、哦，所以呢，那当然也说顺便放一下水嘛，对，就多送一点分数嘛。OK， 好，如果你连第一次考试都考不好，那我就不知道第二次要怎么办了，好、哦，因为第二次就是热呢，导致有开始有新的东西，是你高中以前没有学过的。OK， 好、哦，好、哦，所以呢，第一次考试不用太紧张，好、哦，但是一定要表现得好，要不然呢，第二次就会压力很大，好、哦。好，力学的推演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是简谐运动，一般呢在高中的时候简谐运动是到很后面才教跟着播、啊、但是呢我的采取的观点是把这个简谐运动看成是运动方程式的一种例子 OK、啊、所以提到最前面来考、啊、提到最前面来考可以吗、啊、那考的题目不会差距太大、啊、但是呢我会把它放到前面来再次作为运动方程式就是微分方程式的一个例子好、啊、微分方程式的最后能量可不可以考到就很难说、哦、可能会考最简单的能量、哦、可能会考最简单的能量、哦、但是呢这个要暂定、哦、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如果像我今天这样一直讲下去的话大概搞不好连解决都考不了好所以我们赶快停止、哦、有没有问题对于这个考试的时间啊11月22号然后呢这个考试的内容、哦、第一次考试再一次不用太紧张、哦、不用太紧张好那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会到考试前的时候呢好好的做一下题目好我到时候会有一些题目给你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好 OK 有没有问题对于考试不然我们就要直接开始了哈奇怪今天这考试不太没问题啊、哦、好 OK 那考试的时间就这样子确定了哈就这样子确定了好还是再暖身一下不过已经把暖身的时间也用掉了好所以呢只不过但是稍微提一下好我们上礼拜呢介绍了这个黑洞还有介绍了这个黑洞到底长怎样啊等等这些课题好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玩的好那特别要再提醒一次就是黑洞呢其实看起来应该是有一个应该长得像这样好两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 disk哦、它有一个这个吸积盘然后它有一个 jet、哦、不是每一个都这样、哦、但有很多会长这样 OK 啊没 不长这样你就看不到很简单嘛、哦、不长这样你就看不到因为黑黑的你哪里能观察得到、哦、但是呢如果它长成像这样的话你就有非常大的机会可以看到它有非常非常非常的亮、哦、简单的原则就是如此比较长得非常真的非常奇怪啊因为它有一个碟子、哦、然后呢它从这个垂直于这个碟子的方向呢会有一个喷漆喷、哦、出来 OK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哦、这个呢通常我们就会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哦、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M87、哦、M87 我相信如果各位地球科学系的同学以后如果说做 T
天文的话，大家会有天文组的话，大概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给你们发清楚。OK， 好，所以呢，再一次，这个是可见光所拍到的照片，然后呢，它这里应该是一个星团，星团的中心的是一个银河。OK， 它发亮并不是中间有一个星星，好，它应该中间是一个。事实上已经知道了，这个应该是有将近10亿颗，这个是 M87 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够大，10亿颗左右还是1亿颗左右的太阳质量，但是呢，距离我们非常非常非常近，才总共才只有大概5000光年，你们说哇，5000光年很远，你要记得我们能够看到的范围是10亿光年 ，OK， 所以相较之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近，而且非常非常狭，所以呢，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标的 ，OK， 好，要不然的话，有的是太远，有的呢是不够亮，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搞看不太清楚，所以但是呢，这个就刚好两个都对，这就是为什么 M87 最近呢非常非常的火红，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所以呢，再一次，这是一个星环，那这个因为有很多气体在它的周围，在它的那个中心的周围，所以呢，这个吸积板所发出来的光就会被散射，所以你看到像雾雾的一片，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有一大堆发光的东西。再一次，这些东西并不发光，这是呢吸积板的光打到它们散射回来，就好像你在，对啊，你如果在那个乌云密布的那个乌云的天气的时候，走在校园，你会感觉雾雾蒙蒙。OK， 并不是你的空气会发光，是因为太阳的光打到了空气里面的杂质，散射到你的地方。好，那这里很明显看到有一个 jet， 在这个 jet 的这个地方。当然吸积盘看不清楚，但是呢，它会这么亮，显然它吸积盘也很亮。OK， 它的吸积盘也很亮。OK，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前几天，上完课以后就看到一篇报道，Facebook 上面看到一篇报道。现在呢，物理学家开始讨论呢 ，jet 的形状。真的，就现在对物理学家来说，对不起，应该说天文学家了哈。天文学家跟物理学家来说，这个现在呢最火红的应该就是这个 jet， 因为呢再一次，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活动，一个天际的现象。单单以 M87 来说呢，它这个 jet 呢总共有1000个光年，非常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呢，它变得我们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特征，因此呢，物理学家就开始讨论，那它的形状长什么样子？最早的时候，物理学家呢一直觉得这个 jet 呢是像一个 cone， 中文叫做 cone， 英文叫做 cone， 就是像一个漏斗一样，大概你们先看后面这一节，大概是这样。然后呢，大概在10年到20年之前，物理学家开始发现呢，如果天文学家开始发现呢。那个上课的时候，这个今天不太有录音好，所以呢，本来觉得它是一个空，那如果是一个空呢，事实上物理学家他有可以去算呢，这个东西为什么会产生，然后呢，物理学家才从，然后他们发现呢，你的这个形状跟你看到的光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看到的光呢，到底是可见光还是呢其他的这个微波啊等等这些，它中间的比例跟你这个空呢，它是空呢还是其他的形状是有关系的 ，OK。然后物理学家发现呢，他们所量到的这个光跟空应该怎么样锥形的结构是不太符合的，所以在1980年的时候呢，他们重新的再算一次，然后呢，这次呢把中间的这个物质呢怎么样子呢被。吸进来，然后呢再喷出去的那个流体力学呢，把它重新的再算过一遍。这个我们系上的卜弘毅教授是个专家，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有可以去问他。不容易算因为他必须要知他进来的东西呢是像气体一样，或者像流体一样。OK， 你要想象的有点像是这个水蒸气啊，或者是空气啊，或者是水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他必须要从流体力学的角度来讨论。但是，一般流体力学没有磁的性质。对，这个呢就麻烦在太变的，所以呢它冲进来的时候顺着那个磁场呢被卷出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这个东西是带着电的，所以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麻烦，一般叫做电浆同学有些时候知道这个东西叫电浆电池电浆电池那个电浆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材质呢事实上有点像一个气体，但是它是带电的那这个有点麻烦那这个物理学家也有一点点处理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可以算出来的结果呢，在大概在二十年前左右他们发现呢，这个形状非常的诡异这个形状呢不应该是一个锥形，
而是一个椭圆形再加上，应该不叫椭，对了，抛物线形，再加上一个，再加上一个锥形，所以呢，这个图画成这样啊，这个就是那个黑洞，就是它吸积盘喷出来的这个 jet 呢，它应该是一开始像一个抛物线，然后最后像是一个锥，有人形容的非常好，一开始像锅子。锅子跟这有什么关系？但是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好，一开始像锅子，接下来像漏斗。OK， 他们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会跟你所看到的这个光，好，就我们看到的这个光呢，会非常非常的符合。OK， 好，然后接下来的20年之间，物理学家就越来越看得越来越清楚。好像这里有些图，好，这个就是那颗 jet， 但是这怎么读，我就不太确定，好，都不敢说。好，但是呢，你大概看出来，他们对这个形状是非常非常在意。OK， 好，等到这个我看到的那一篇呢，就是他事实上呢就把他的这个锥形把画给你看，好，这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椭圆形的部分，这个就是他的锥形的部分。OK， 现在呢，我们已经物理学科学家已经可以大概找到了二十几个的这个可以量的非常非常精确。OK， 你不好量啊，你要够亮你才量得到 jet， 你要够近你才量得到。OK， 所以呢，你能找到的标的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哦，并不是。所以这20年之间呢，他们慢慢找到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结果。好，那当然，这篇报道呢，就是在告诉 confirm 说，的确这个 jet 的形状呢，至少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应该是一开始是锅子，后来呢是漏斗。好，后来是漏斗。那这个显然就跟现在的物理的这个计算呢，非常非常的吻合。所以这篇文章是在 confirm 这件事情。好，好，但是他也说，比较远的就不是如此。他们发现呢，近的基本上都长这样，比较远的呢就不长这样，这就怪了。那为什么比较远的不长这样？他们的推测是，比较远的你现在能够看得到的话，那就表示它呢是非常非常猛烈的黑洞，猛烈的吸积盘跟非常非常猛烈的 jet。所以可见呢，这个 jet 呢在比较不是太猛烈的情况之下可能长这样，但如果真的猛烈的时候，可能就变成是一个纯锥形。OK， 所以这个还不是非常非常确定它是长这样。哦 ，by the way， 为什么中间会突然之间呢有一个这个过渡？要稍微说一下，这里有写。好，会突然间过渡呢，他们也可以算这个过渡发生在哪里。大致上呢是在几万个那个structure 啊史瓦西半径左右。OK， 这个数字呢大致上呢就是它的银河的大小，也就是说呢这个黑洞是银河的中心，这个银河的大小从这里到这里。这个图导致，如果你把这个看成是那个银河的话，那导致非常的写实。也就是说，它跟银河的大小呢是几乎差不多，差不了太多。所以他们也在推测呢，这个结果呢就是，当你在近的地方靠近黑洞的时候，黑洞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变成是一个漏斗形。可是你到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整个银河对你的影响就变得黑洞影响来的大，那它就变成是一个漏斗形，哦，就变成是一个漏斗形。OK， 好，所以。Again， 这个都是最新的一个，所以这个并不是真的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知识有什么非常重要性。好，但是呢，各位，这个就是天文学家就现在呢最有兴趣的课题，它的 jet 它的形状 ，jet 的存在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现在大家在意的是 jet 它的形状到底是长怎样。而这个所谓的 jet 的形状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它可以决定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到不了那里嘛 ，OK 啊，你只能从你看到的光。啊，从看到的光里面经过计算，你这个大概猜得出来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OK， 好，那在除此之外，它的形状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决定到底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证据跟迹象。OK， 好，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关于 jet 以及现在呢大家对这个黑洞的物理呢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这个部分。好，另外当然就是吸积盘。好，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吸积盘。吸积盘的物理呢，这一锅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子变成那个样子的？然后它，你这个很容易量到它的分布嘛，就是哪个地方它有多亮，它跟这个距离的关系等等，这都量得到。所以呢，你就可以开始跟实验呢来开始做比较。OK， 好，好。那有关于重力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边。好 ，OK。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啊，进入我们的正题。运动的物理，好，上礼拜已经开始讲了一半，好，讲了一半。让我从这个式子开始推导，我就不再重新推导一次。好，我们重点就是在三度空间里面，好，我谈的是三度空间里面的这个运动，好，三度空间里面，二度空间当然也可以，好，但二度就是三度的一个特例，好，那我们的重点就是所有的向量呢，对不起，
在二度跟三度空间里面啊，所有的物理量都必须要能够被分类成存量或者是向量。以后你还会再学到一个东西叫张量，哎，也许你用不到啊，也许你用不到，但是呢，它可以分解成存量跟向量。存量当然就是跟方向没有关系，向量呢就是跟方向有关系。那上礼拜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呢，就是如果你知道你要描述一个向量的话，最方便的方法事实上是它的分量。因为呢，如果你只从它的方向跟它的大小来讨论的话，因为方向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嘛，对不对？哦，你没有办法对它做微分啊。当然不是完全不行啊，像牛顿就很厉害。等一下我们讨论这个向心力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得到，它连有方向都可以看出它变化多少啊，等等。但是如果你要用这个分量来看的话，那就再简单不过了。因为你如果盯着它的这个 x 方向的分量，它就是一个一维运动而已啊，它就是一个 x 啊。啊，如果你盯着它的 y 方向的话，啊，它就是一个 y 啊。所以呢，这些分量，如果你把一个向量表示成分量的话，那么其实每一个方向都是一个单独的运动。所以呢，你之前在一维运动里面所学到的那些知识，比如说速度呢就是位置的一次微分，加速度呢就是位置的两次微分，这些东西都可以照章搬到这上面来。原则上啊，好，但是要推导啊，所以呢，我们上次呢就是花时间来跟大家很简单的推导一下啊，如果呢在三度空间里面，而且你能把这个向量呢写成分量的话，那么你可以定义速度向量，速度向量，对，好，速度向量，好，那这个细节我就说再讲一次，因为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讲很简单啊，但是呢，真的这个整个推导的过程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啊，蛮重要的。好，但是结论很简单，就是呢，你要看它的 x 方向的速度的时候，你只要找把 x 的分量对时间做一次微分就好了，好像没有 y 跟 z 一样。OK， 那你要把 y 方向的分量，你就把它 y 对时间做微分 ，z 方向的分量就把 z 对时间做微分。好，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当你讨论 x 的时候呢 ，y 方向跟 z 方向没有关系。OK， 这句话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呢。你在 y 方向跟 z 方向的运动是会影响到你的速度的大小。OK， 我们在讨论到在过下个礼拜介绍运动方程式的时候，就会跟大家介绍阻力对抛物运动的抛体运动的影响。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抛体运动的阻力，你就想象一个抛体，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运动，那它的阻力跟它的速度的大小有关系啊。OK， 所以呢，你的抛体的阻力，事实上呢，跟不是只有跟你的一个方向的速度。跟 y 方向的速度也有关，跟 z 方向的速度也有关系。OK， 所以呢，如果你的阻力的大小跟其他方向的那个阻力的大小跟其他方向的这个速度呢都有关系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说他们是分开的。OK， 好，所以我刚那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的各个方向的这个运动是分开来的，但是当你算速度的时候，你可以分开算。好，是可以分开算的。OK， 好，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句话有点用处的原因在这里。好，所以再一次，所以 x 方向的速度呢，就是 x 分量对时间的一次微分 ；y 方向呢，就是 y 对时间的一次微分 ；z 就是 z 对一次微分。啊，那这个呢，在二维也是如此。啊，这对不起，在加速度呢，两次微分呢也是如此。好，所以呢，我把这个东西写在这个地方。好，有问题？这是我们上次的结论。好，会不会热？好，有问题想一想哈，那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今天的推导。我不知道能不能开始，我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的遥控器在哪？所以呢，先看心情哈。
所以好，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呢，介绍到这里了以后，我就说，那当然有些题目我就可以考了哈，当然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送分的题目了哈，就送分到不行，我想你们班应该比这个还要厉害才对了哈。好，那以前常常出的题目呢，就是你把它的 x 方向分量跟 y 方向分量，如果它们跟时间的关系，你可以找到的话，好，像这里 ，OK， 那你能不能算它的速度 ？OK， 好，速度的分量。或者是呢，你能够更进一步呢，从速度的分量，好，能够算出速度的大小跟速度的方向等等，好，像这一类的问题，好，因为很简单，所以我假设大家都会，好，但是如果说你不会的话，好，这个题像这样的题目，你要稍微看一下，好，好，那大家程度应该比这个高一些，好，所以呢，我们直接进到等速圆周运动的加速度。刚刚所讨论的这个方法呢？最好的用处就是你能够有很有系统的来算加速度，很有系统的来算加速度跟速度。那最有趣的运动当然就是等速圆周运动嘛 ，OK， 好，等速圆周运动，因为所有的星体都是这样子在动的 ，OK。好，所以呢，牛顿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当你知道说星体是做等速圆周运动，绕着这个太阳，或者是月球绕着地球是做等速圆周运动的话，那它的加速度是多少？当然在牛顿之前呢，大部分人都觉得它是没有加速度的，因为它的大小是一样，速度是一样的啊。牛顿呢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说你要把它的方向考虑进去，所以呢，在高中的时候老师他通常呢会教你，把它的速度的方向呢，连同它的方向把它画出来，然后两个的差就是它的速度差。那这个速度的差呢，如果把它对时间去处理它的时间，那你就可以画出一个加速度的大小 ，OK， 好，像这样，好，这个叫通常我们叫做几何的算法，好，我假设大家都会，如果你对这个算法呢还搞不是还当初没有学得很好的话，好，你可以看一下课本，好，课本有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下，这个计算，好，计算，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好，上礼拜说过，我们用一个比较笨的方法，笨的意思就是说你脑筋都不用想，因为数学都已经告诉你了嘛 ，OK。所以呢，因为刚刚已经告诉过你，如果你能够写出一个运动位置分量、位置向量，它的 x 分量跟 y 分量的话，那你把这个时间做微分就好了。碰巧等速圆周运动，因为它是等速的，所以呢，我们对它的 x 坐标跟 y 坐标可以很简单的就写下来，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里画一个等速圆周的运动的图给大家看啊。当它这个粒子呢在做等速圆周运动的时候，这个幅角呢自然就会等速的增加哈。这个幅角吧叫做西塔啊，因为它会等速增加，那我可以把它写成 omega 乘上 t。omega 呢就是加速度，对不起，就是角速度，也就是它的角度增加的速度。那因为它是等速，所以呢这 omega 就是一个常数，应该没问题吧？好，好。那所以呢，如果这个幅角是 omega t， 那么它的 x 方向的分量跟 y 方向的分量你就立刻可以写下来了。好，那距离如果是 r 的话，那么这个就是 r cos omega t 跟 r sin omega t。那你可以把这个 r 提出来，剩下的 cos omega t 跟 sin omega t 就是 r hat， 因为就是 r 方向的单位向量。好，这个等一下会有用，所以要稍微说一下有这个东西啊。好，那主要的计算就几乎要算完了。所以我说叫白痴法，就是你写完这一步就已经算完了，因为你只要把它的这个 x 分量对时间做一次微分，就是它 x 方向的速度嘛。OK， 所以呢，我必须要把 cos omega t r 是一个常数，所以不用微分，所以 cos omega t 对 t 做微分就好了。OK， 好，这个时候呢，当然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三角函数的这个微分的计算啊。如果你会的话，可以打一下瞌睡，趴下来都没关系。但是我的计算，我要算的方法呢是物理系的算法，基本上呢是我们物理系的算法叫做龌龊法，好，龌龊法就是不是很严格，不是很严格 ，OK， 好，你看我们怎么做，好，来，现在呢 ，sin omega t， 刚是 sin， 哦，对不起，好，这是写过 sin， 但是呢，我先算 sin， 好，一样，好，所以 sin theta 呢，我现在对 theta 做微分 ，OK， 根据微积分的这个定义，就是呢，你这个函数呢，在 theta 加上 delta theta 的地方取值。减掉它在地表的地方取值，这个我们通常叫函数差嘛，对不对？除以它的变数差，这里的变数呢差了一个 delta t 啊，哦，对，是 delta t。OK， 算完这个时候，照理讲，这个上面呢也可以算，下面也可以算。当你把它算完了以后，你再取一个 delta t 的趋近于零，
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微积分微分的定义，或者是导数的定义。好，我一直往下讲哦，你有问题要赶快举手，打断我哦。好，那你如果写成这个样子的话呢，在还没有取极限之前，这个贝塔西塔不是零，OK 啊，在还没有取极限之前，贝塔西塔不是零，所以这个 sin 贝塔加上贝塔西塔，我会把它展开来啊 ，OK。好、oh, ，就是非常有名的公式 ，sin alpha 加 beta 呢，就等于 sin alpha 乘上 cos beta 加 sin alpha 乘上 cos beta 乘上 sin cos alpha 再乘上 sin beta 乘上 cos alpha。OK， 我发现这个公式呢，越是大一的同学越会，好、哦，到了四年级以后就大家就不记得了。OK， 好、哦，不过我们的课本最后一页有时候有这些公式，哦，所以你到时候可以查，没有关系。好，所以呢，这个呢，我可以把它分解成 sin theta cos delta theta 加上 sin delta theta cos theta 减掉。函数留在这里。好，你看到这个结果呢，你立刻就认出来说，哦，当 delta theta 呢趋近于零的时候，这个 cos delta theta 呢就趋近于一嘛，没错吧？如果它趋近于一的话，这一项跟这一项太快，这一项跟这一项就消掉了，有问题？没问题啊、哦，你说的啊、哦，好，这两个就消掉了，对不对？好，那现在呢，剩下就是这个项，好、哦，剩下就是这个项，所以 sin delta theta cos theta 除以 delta theta，OK？你稍微验证一下，当 delta theta 呢趋近于零的时候，下面趋近于零，哎，上面也趋近于零，非常好。因为你要是上面不趋近于零就毁了，OK？ 你的 delta theta 如果趋近于零，上面呢如果不是零的话，那么不就无限大了吗？懂我意思吗 ？OK， 好，所以呢，说所有算微积分这个都是必要的 check 啊、哦，你就发现呢上面也是零，下面是安了、啊，好、哦，这样就没错。OK， 好，那问题是。sin delta theta 除以 delta theta 两个都一起趋近于零，它、啊、到底是如何的趋近于零？或者应该讲白一点，就是那这个 sin delta theta 呢除以 delta theta 它会趋近于多少？当 delta theta 趋近于零的时候，它会趋近于多少？好，各位，这就是我说的物理系的握错法啊，这种物理系的办法，哎，就是把一个代数呢，把它用几何来算，哎，几何很容易看嘛，对不对？在黑板上画一个图，你看牛顿也是用几何方法来解决问题啊。OK， 好，所以呢。sin delta theta 是等于什么 ？sin delta theta 呢，就是你把一个半径为一的一个圆啊、哦，如果这个角度呢是 delta theta 的时候，你把它取垂直的下来，这一段呢就是 delta theta， 啊、哦，对不起，就是 sin delta theta。那 delta theta 是多少呢 ？delta theta 呢就是这个直角，所以几何上来说，这个呢就是 sin delta theta， 这个呢就是 delta theta， 所以两个不太对，两个不一样大。很明显的 delta theta 呢比 sin delta theta 要来得大，但是呢，如果趋近于零的时候，那这条线就一直往那边，一直往靠近，一直往靠近，一直往靠近。所以当 delta theta 等于零的时候是多少 ？delta theta 呢趋近于零的时候，这个也趋近于零，嘣，这个也趋近于零又没有了，但是两个的比值趋近于零。我问你。从几何上看得很清楚啊！再一次啊，这我们应该做个动画啊，就是呢，当这条这个东西呢越来越加下来，越来越降下来，越降下来，降下来，越降下来的时候，它跟它的比刚好等于嘛？这里还不是啊，这里显然它比它大。可是你的 delta theta 呢，如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嘣，当它两个撞在一起的时候，两个都变成是零了。但是我知道零除以零刚好等于，在这个情况下非常。可以吗？好、哦，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这叫物理系的握错法，因为不是一个严格的计算。好、哦，但是呢，可以看得非常明白。好、哦，看得非常明白。好，用一个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当 delta theta 呢如果趋近于零的时候 ，sin delta theta 会趋近于 delta theta。好，我就算完了。好、哦，我就算完了。哦，应该讲白一点，这个 delta theta 是以进度为单位的弧角。好、哦，各位，在我们的普物课上面，所有的这个那个角度呢，都是以进度，进度就是。转一圈360度呢，我们把它叫做二拍，哦，把它叫做二拍。虽然在实际量的时候呢，用度比较好量，哦，但是呢，对我们的计算来说，你用进度当单位是要简单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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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所以呢，把这个 delta theta 呢用进度做单位，当角度很小的时候，它就会跟 sin delta theta 是一样。OK， 好，所以呢，如果 sin delta theta 除以 delta theta 趋近于一，那这一项跟这一项就消掉。剩下什么？剩下 cos theta 算完了，好，所以 sin theta 的微分 cos theta， 好 ，sin theta 的微分 cos theta。OK， 所以三角函数我们先算完了第一个，但是这个推导你突然
说到这里就突然间有点怪怪的啊、哦，有点怪怪，因为刚刚同学很快立刻就说，这个像跟这个像消掉没有问题，等等。我知道呢 ，cosine theta 跟 cosine delta theta 呢，趋近跟那个趋近于一没有错，哦，这个我晓得。但是呢，问题是，这个 cosine delta theta 呢，跟这个一到底差多少？如果这 cosine theta delta theta 呢，跟这个 sin theta 呢，两个呢趋近的时候，它事实上呢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简单的把它们消掉，因为底下还要处理 delta theta 才对啊。好，底下还要处理 delta theta。好，所以呢，另外一个计算我们要来看一下 cos delta theta 呢到底是趋近于一加上多少 ？OK， 好，一加上多少？这个式子呢其实非常的有用。好，好，这个计算其实也很简单 ，cos delta theta 呢就是一减掉 sin delta theta 的平方，然后开根号，好，开根号。那当这个 sin delta theta 呢趋近于零的时候，这个式子呢我们可以用二项式定理。做计算啊，这个二项式定理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有用哈，特别是对这个所有的科学的计算来说，做近似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哈。那就是一加上 a 的 n 次方，这个以前都算过啊，一加上 a 的 n 次方就是一加 a 乘上一加 a 乘上一加 a 乘上一加 a 乘很多个 ，OK。那如果 a 很小的时候，这个项就趋近于一嘛。但是你如果对这种答案不满意，我希望比一呢，我再多知道一点。它到底比一呢多多少？如果 a 呢是很小，但是呢我还是想知道说它跟一呢多么靠近一，那么我可以把这个 a 的一次方向把它留下来嘛 ？OK， 好，当我把 a 的一次方向留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呢，把 a 的一次方留下来，你可以留这个，你也可以留这个，总共有 n 种取法，因此呢它总共有 n 乘上 a。好，所以呢一加上 a 的 n 次方，如果你取到 a 的一次项的话，那你就会是。加上 n a， 当然你要二次项，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情况下，因为我若只想要知道 n a， 那这样就够 ，OK。所以呢，一加上 a 的 n 次方，大致上就是一加上 n a， 好，一加上 n a。那这个式子呢，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我们就把它叫做二项式定理，因为两个项，好，它有两个项。再一次，如果 a 远小于一的时候呢，一加上 a 的 n 次方会等于一加上。n 乘上 a， 但是呢，这个式子之所以这么有用，就是因为呢，这个式子呢不是只有在自然数的时候是对的。这个 n 可以是负整数，它可以是有理数，它可以是无理数。等到你们以后学的以后，等到以后学到复数的时候，我们讲那个解谐运动的时候讲到复数 complex number。如果这个 b 呢是复数，这个式子还是对。哦，这个式还是对，所以这个几乎二项式定理几乎是一个数学公式里头它适用范围最广的一个公式。哦，好，所以一加上 a 的 b 次方，我就可以写成一加上 a 一，好，一加上 a 一，这个式子非常有用，请你把它记起来。好，好，所以有了这个式子了以后，我们刚刚的这个 cos delta theta 呢，怎么样趋近一，我就可以把它算给你看，好，哦，就可以把它算给你看，因为呢，这个根号的一减掉 sin delta theta 的平方，我现在就可以写成。一减掉 sin delta theta 的平方的根二分之一次方，那当这个 sin delta theta 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二分之一乘到下来，就跟这个式子一样 ，OK。所以这个式子呢，就可以趋近一减掉二分之一乘上 sin delta theta 的平方啊，因为这个二分之一把它拉到前面来 ，OK。那我已经知道 sin delta theta 呢是趋近于 delta theta， 上前页告诉你的，所以我就知道它是。趋近于一减掉二分之一的六大平方，算完了。所以呢，我知道了，角度很小的时候呢，余弦函数趋近于一加上弧角大角的平方。重点是没有线性项，哎，啊，没有线性项，没有丢大平方的平方。OK， 它事实上从丢大平方的平方开始。OK。这个式子呢，事实上以后你们在微积分你会学过，而且是非常非常有用，而且非常非常有在科学上非常有用的式子哈。刚刚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哈，所以 cos delta theta， 当你 delta theta 趋近于零的时候，它就可以写成一减掉二分之一的 delta theta 平方，没有新项。再下一个呢，就变成 delta theta 四次方了，也没有三次方项。这个呢，就叫做展开式，好，这就叫展开式。微积分会仔细的教你，对我们来讲，你只要记得线性项没有就足够了。OK。
同样的善丢达地达也可以这样写，好、哦，它事实上呢，刚刚已经告诉你了，它会趋近于丢达地达，所以这个没有问题。那跟一样有趣的呢是平方向没有，从三次方向开始，五次方向、四次方向没有，这个就称之为三角函数的展开式。说完了 ，OK， 好、哦，说完，有一点点印象，等到你用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哦，你就知道了。好，现在我就可以把刚刚的式子呢直接摆回来，再把刚刚的计算呢重新算一次。刚刚的问题就是这个 cos delta theta 跟这个一，刚刚说两个非常非常的接近，它、啊、到底多接近呢、啊？因为不要忘记它除以 delta theta 的。OK， 好，现在你已经知道这个 cos delta theta 是怎么趋近于一的，因为它就是趋近于一减掉二分之一的 delta theta 的平方。OK。所以呢，这个一跟这个一消掉了以后，你就知道它事实上呢是趋近于丢塔地板的平方。OK， 好、哦，趋近丢塔地板。所以呢，丢塔地板平方除以丢塔地板，还有一个丢塔地板。OK， 所以那个丢塔地板就会让它趋近。所以我们刚刚做的，把这一项跟这一项消掉是可以，没有问题，不用担心。OK， 好，所以刚刚的这个 cos 地板呢是一个正确的结果啊、哦，所以 sin 地板的微分 cos 地板。好，所以呢，以前我都会叫学生回去算这个 cos 地塔，不过我猜你们三角学三那个微积分呢，大概也很快也会教到哈、哦。不过你就把它背起来啊、哦。所以 cos 地塔，如果你用刚刚同样的这个逻辑去算的话 ，cos 地塔的微分就是负的 sin 地塔。好，我因为你看清楚这个事情，看清楚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呢，就是三角函数呢跟多项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呢，三角函数呢 sin 微分以后变成什么 ？cos。cos 如果再微一次分呢，又是 sin， 再微分呢 cos， 再微分的 sin， 循环经济啊，哦，循环经济，今天看26要开始开了，我们要讲究循环经济，东西要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这个跟多项式是完全不同的。多项式呢，只要你微一次分，比如说 xn 次方微分是多少 ？xn 减一次方，当然一个系数我不管。再微一次分呢 ，n 减二；再微一次分呢 ，n 减三、n 减四、n 减五、n 减六，一直都回到零为止嘛。就没了 ，OK。所以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微分的话，如果是多项式的微分的话，它微不没有有限次，它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哦就好像一个东西用久了它就坏掉一样的道理。只有三角函数微了以后还是它自己，没有，我这句话不完全对，微了以后变成它的伙伴，再微一次回到它自己，再微又变成伙伴，再微又变成它自己，再微又变成伙伴，再微又变成它自己 ，OK， 循环经济。各位同学。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在所有函数里面，只有三角函数长这样，没有别的函数长这样。三角函数回了以后，还会回到它自己上面。这件事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你自己想一件事情就好了。如果 sin 函数回了以后变成别人，再不不，对不起，他的伙伴，再回一次变成他自己，那就表示你回两次分会跟他自己成正比。再一次，三角函数回了两次分以后就是他自己，或者是成正比。你认不认得一个物理现象是这样的？简谐运动，加速度跟弹力成正比，弹力跟什么成正比？位移啊，胡克定律。好，再一次，在简谐运动里头，加速度跟力成正比，力就是弹力，弹力呢跟位移成正比，所以呢，那就表示位移的两次微分就给它自己。而且不是三角式它就不行哦，你如果是这样子的多项式就不行了 ，OK， 好、哦、多项式就不行，所以我们还没有做什么太了不起的这个脑力激荡啊，脑力重训，你立刻就已经知道简谐运动的解释什么，简谐运动解释什么，三角函数，这个应该在过去你在高中的时候都有学过，只是那个时候老师可能用那个假想来教你，可是你现在如果直接对微分熟的话，你立刻就知道，微分两次以后跟自己成正比的三角函数，所以可见简谐运动是一个三角函数。OK， 好，当然啦、啊，我们在下节会仔细讲简谐运动，好、哦，但是呢，到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OK， 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微分呢，非常三角函数的微分非常重要，我们要花大概将近15分钟的时间讲。讲完了以后，其实再来就非常非常简单了，我说是白痴法嘛，哦，白痴法。就是你把它的 x 方向的分量跟 y 方向的分量分别对时间做微分，这里要多用一个连锁律，好、哦，我猜大家都熟了啊、哦。那在这里我可以把它用 theta 等于 omega t
啊来做计算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 cos omega t 对 t 作微分，我可以先把这个 cos omega t 呢对 theta 作微分，也就是对 omega t 作微分，然后呢再把这个 theta 或者是 omega t 再对时间作微分一次，好、啊，这个是连锁律。我自己背的方法是你这个 theta 跟这个 theta 消掉，OK， 好 ，theta 跟 theta 消掉，这当然不是很好的记的方法了哈，因为老师一定会告诉你，微积分老师看到会昏倒，他一定会说呢，你不能够把这个微分呢看成是什么出什么，因为有个极限在这里，虽然它是这个除这个没错，我知道，但是不当然不是，因为它有一个极限，还没有是取极限之前。的确是函数差除变数差，但是取了极限就不对了。OK， 啊，但是，偷偷的想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很多事情偷偷的想，不戴口罩啊，或者是什么，偷偷跑出去玩，通常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哦。好，所以呢，你用这样子来背是大致上没有问题啊、哦，就是这里有个 d theta， 这里有个 d theta， 消掉了以后就变成是 d cos theta 变 t， 好，这个是连锁律，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背的方法啊、哦，好，所以呢，我如果这个微分可以写成这样子的话，那么西塔对 t 的微分当然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欧米伽。cos 西塔对西塔的微分，刚才算给你看了，所以呢就是负的 sin 欧米伽，算了。OK， 所以呢它就等于负的 r 欧米伽 sin 欧米伽。好，那它的 y 方向我就不用再念一次啊、哦、，y 方向呢是 sin 欧米伽 t， 所以呢如果你把它对时间做微分的话。这个欧米伽会拉一个到前面来，就因为这个连锁律的关系。那 sin 欧米伽 t 对欧米伽 t 做微分的时候，就是 cos 欧米伽 t， 所以速度能够找到，好，速度找到，是不是很白痴？因为什么都是都不用做啊，甚至电脑都可以帮你做啊。所以两个礼拜以后，我就要告诉大家，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物理的讨论方法，你事实上可以整个把它搬到电脑上去做，这就通常就叫做数值方法，好，就叫数值方法，好，或者再等两礼拜。好，这就是这个白痴法最好的地方啊、哦，不用动脑筋，呆呆的做就可以了。好 ，x 为方向的分量为分 ，y 方向的分量为分，因此就得到它的速度。你不相信，你可以把这个 omega 呢把它提出来，所以它就等于 r omega 乘上这个。好，那这个呢，我可以把它叫做 v 的分向，v 方向的单位向量。你很容易的 check 这个 v 方向的单位向量呢，跟 r 是垂直的，啊是垂直的 ，r 大 r head。乘上 v head 是等于，你看把这个东西跟这个乘在一起啊，你立刻就看出来，它们的确是互相垂直。OK， 所以这告诉你，圆周运动它的速度跟它的这个距离或者叫位移，它事实上是垂直。当然了、啊哦，当然是如此。OK， 好，另外它的大小，它的大小呢就是 r 乘上 omega， 这也是当然，啊、哦，这是当然，因为 omega 是角速度，所以 r 乘上 omega 就是它的这个速度。OK， 好。我们动作快一点，好，所以呢 ，v 会算了，那你再维持分就好了。那这一步我根本连念都不想念了，因为呢太白痴了，啊，太多同学已经快要睡着了，所以呢小心一点啊。所以呢，把刚刚的这个结果再维一次分，那唯一你要记得的就是每维一次分，这个欧米伽会被拉一次拉下来一次，就像这个连锁律，好，所以呢结果就是欧米伽平方，好，乘上这本来是 sin 欧米伽 t， 再维一次变成 cos 欧米伽 t， 这里也一样，欧米伽拉出来所以是 r 欧米伽平方。cos omega t 再维一次就算了 ，OK， 应该是负的 sin omega t， 比如说负的 sin 是这样子。好，算完了，所以呢，你更厉害的同学立刻就认出来了。这个你把这个大小呢提到外面来了以后，你剩下的这个单位向量就是 r。它这里是不是小于负号？啊？是不是小于负号？我可能非常有可能小于负号。再往下，这里吗？这里。对。对，好。要不然他这里不会是负号 ，sorry， 很好，我回去赶快摆过来啊，对，还没有睡着，很好。啊，其实我是要测验你们有没有睡着，不想开玩笑、啊、通常都是我自己说，不过都有这个效果。Okay. 好 ，anyway， 但总之呢 ，a 呢就是负 omega 平方乘上 r hat， 好、啊，这叫 r hat， 就是 r 方向的单位向量，所以呢，你立刻就认出来它的加速度是指着向心的方向，因为有个负号在这里。而它的这个大小就是 r 乘上 omega 平方，那它通常大家背的时候都是背 r 分之 v 平方，因为你把这个 v 呢等于 r omega 把它带进来，你就会把这个式子呢改写成 r 分之 v 平方。好、啊，所以呢，我们用非常非常白痴的办法，
现在就已经推导出来了，向心加速度的大小，向心加速度的方向。OK， 好，算完了，好，所以呢，这当然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结果，哦，非常有名的一个结果。它之所以很有名呢，就是因为呢，牛顿第一次得到这个结果了以后，整个的科学就完全改变了，哈，整个科学就完全改变了。对，啊，因为呢，在之前的人把在观察自然界的现象的时候，像这个月亮啊、太阳啊这些星体的运动，跟地球表面附近的运动是把它分成两个的，哈，这两个不同的范畴了，这也很明显啊，对不对？好，你看着月亮，你总是想到嫦娥在上面嘛，啊，怎么会觉得说那个月亮跟你们地球上面的城市有什么关系？嫦娥是仙子啊，对不对？好，好，那。但是牛顿的这个结果呢，告诉我们，如果你去看月亮的运动，这个等速圆周运动的话，啊，事实上呢，它的这个运动的加速度跟你的这个苹果它的这个加速度，事实上是同一个方向。OK， 之前没有人发现到这件事情，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去算加速度这件事情，大家只研究一个运动的快跟慢。如果你只研究它的快跟慢，也就是它的速度的话。月亮的运动，月球的运动，当然跟苹果运动很不一样，对不对？一个往下掉，一个是等速的在那边动，就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运动。OK， 所以牛顿是第一个发现，如果你再往前面跨一步，如果你用加速度去看他们的运动的话，用加速度去看他们的运动的话，那为什么要看加速度？大家应该记得那个伽利略呢，在丢那个在比萨斜塔上面往下面丢一个这个球的时候。他发现了在地球表面附近的运动呢是等加速度运动的。OK， 好，所以可见加速度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的有用。好，所以呢这站在伽利略的这个观点，牛顿才会进一步的去研究月亮的加速度还有苹果的加速度。OK， 他让他发现了原来这两个加速度是同一个方向。好，因此就这个角度来说，就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从加速度来研究的话，月球的运动跟苹果的运动本质上呢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你要描述尘世间的东西跟描述神圣的天体，应该是本质上的相同，他们遵守一模一样的物理原则。OK， 好，所以呢，牛顿告诉我们，物理的定律是普遍的。好，以前人不是这样想的。好，但是呢，从牛顿之后，我们自觉的就相信了。好，就相信了。只要我们能够写出一个物理定律，这个物理定律呢，应该是不分男女老幼，不是，应该说不分自己是什么样的东西，它一起适用，就跟法律一样 ，universal。好，所以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哈，其实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就再回来一下哈，我们这个这一部分快讲完了，那这里有一个题目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两年前，去年，对不起，哦，去年，去年有人参加能力竞赛。好，去年呢物理能力竞赛全国赛的时候，这是我出的那个题目。好，这个题目呢是应该画一个什么，但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咖啡杯。好，大家到快要放假了，放假以后都会去那个儿童乐园玩。好，你不会去儿童乐园玩，再怎么样也是要从六福村以上，对不对？好，那儿童乐园那个咖啡杯，那咖啡杯是什么样的运动？咖啡杯的运动呢，就是咖啡杯是绕着咖啡杯的中央，然后这个咖啡杯的中央再绕着做圆周运动。OK， 好，这我我应该画一张照片，但是它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咖啡杯，这个咖啡杯呢，它一边呢绕着它的圆心做圆周运动，然后呢这个圆周呢又绕着这整个有这个圆盘再做一个等速圆周运动。OK， 好的，对。所以呢，在这个运动里头，两个等速圆周运动，你事实上都知道它的加速度，都知道它的速度是多少，对吧？啊，都知道，加速度也知道，速度也知道。所以呢，我要考的就是上面这句话：向量其实是可以叠加的，啊，向量是可以叠加的。这个当然是太简单了，所以好像大家都不重意、不注意。但事实上是向量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性质，向量是可以叠加的。因此。在这个运动里头，它就是两个等速圆周运动的叠加，一个呢是绕着圆心 O prime， 一个呢是 O prime 在绕着这个 O， 两个等速圆周运动。OK， 所以呢，我如果要问你说，在上面的坐在上面的这个人，啊，这个人，乘客，啊，他坐在这个叫什么，杯圆上面的话，那么我如果我可不可以来计算这个人
它的加速度跟它的速度是多少。答案是很简单啊，如果你已经会算这个的圆周运动，也会算这个圆周运动的速度的话，那把两个速度加在一起就好了。加速度呢，加速度也是这样算在一起。好，所以呢，题目你可以回去看啊。看题目看有点忘记了，好，看一下哈。好，我要算，然后呢，当然我是要算力的哈 ，A 里面是要算力 ，OK 啊，因为呢，当然原因就是我想要先把我把找出它的这个加速度出来，我找出它的加速度了以后呢，我就可以找到它所受到的力的大小跟它的方向是多少 ，OK。好，那当然，那你的加速度呢是一个圆周运动跟一个圆周运动两个相加 ，OK， 叠加在一块嘛 ，OK。好，那我要这样做呢，原因就是因为呢，你所受到的力，事实上呢有两个方向，应该说我要把它分解成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靠背对它之间的静摩擦力啊，等于静摩擦力我们等一下会再做介绍啊，我很多同学应该都会的啊。所以呢，它的所受到的力呢只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你的靠背对你的正向力，就是沿着这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沿着它的这个静摩擦力。哎，正向力跟静摩擦力之间要有关系吗？应该是说静摩擦力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它就会滑动嘛，不是如此吗？好，所以呢，这个题目其实问你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静摩擦力系数是多大，或者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哎，它不会滑动。OK， 然后我就说呢，那如果说呢，你现在要更改这个靠背的材质，使得这个 μs 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就开始滑动，所以你最好不要做这样的更改。OK， 好，所以呢，这个题目就是这样啊、哦，你可以回去稍微娱乐自己一下，不过在课堂上面让我稍微很简单的来秀给你看一下这东西怎么算啊、哦，怎么算？来，你只要看这两个式子就可以了啊、哦，其他的计算你可以回去再仔细看。好、哦，那当然这个图很容易就可以让你看出来，在这个运动之中 ，A 呢受一个往 O prime 的一个向心的加速度，同时这个 O prime 呢向这个 O 也有一个向心加速度，因为另外一个圆周运动。所以呢，我这个 R 这个 A 它的位置呢，如果我可以写成 O prime 再加上 O prime A，O prime 加上 O prime A， 就是从这里挤到这里来，再从这里挤到这里来，那么它的两次微分，我们当然就定义成 A。你就可以把这个做两次微分，再加上这个做两次。那 OO prime 的两次微分就是向心加速度啊，它的向心加速度。O prime A 这个位置向量的两次微分就是它的向心加速度啊，因此我就全部都会算了，懂我意思吗 ？OK， 好，那当然你要把它的大小找到啊，等等啊，这个让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总之，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呢，好处就是，你可以用分量来算，但是另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看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 A 到 O prime 的这个向心加速度，它直接就是正向力，就是正向力 ，OK， 没有摩擦力，因为它一定要垂直于它的一倍，这个啊，它是上垂直它的一倍 ，O prime O， 它可以分解成垂直的方正向力的方向，还有静摩擦力的方向 ，OK， 好。所以呢，我就可以把正向力呢把它加在一起。我忘了哪一个是哪一个啊，但是有一个呢，就是应该是这一项，这个是正向力，这一项呢就是它投影在这个方向。好，所以有一个 cosine 的 sinωt， 这个呢就是小圆这个咖啡杯自己的旋转。好，那静摩擦力呢就是 a omega 平方 sin。就是它投影在垂直于正向的方向。OK， 好，这个题目好玩就好玩在，那这个是摩擦力，啊，这个是靠背，所以呢，它的时间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你可以画出来它的图出来啊。在上面的图的话，这个图呢是这个，哦，谁是谁？这个。很容易看嘛，这是个 sin 的函数嘛，对不对？好，所以呢 ，sin 的函数，那这个呢，两项加在一起都是这个。Sorry， 对不起，错了。这个呢是它，啊，这个是它，因为它取绝对值，所以呢它就长得像这样。好，这是静摩擦力，这个呢是正向力，所以呢是长得像这样。啊，你回去自己看一下，这个正向力呢是长得像这样，没有错，因为它也是一个 cosine omega t 的函数 ，cosine 的三倍 omega t 跟它的周期一样。
但是一个是 sin， 但是呢本来应该是 sin 的，但是取绝对值的关系，所以要变成这样。而 cos sin omega t 但是因为加上一个值，这个值跟时间没有关系，所以把它从本来是在这里，然后把它提到上面来。各位算完了以后呢，这个图这条线像波浪一样的这个线呢，就是静摩擦力啊，就是对不起，就是正向力。这个呢就是静摩擦力。好，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呢乘上 μ s， 把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正向力呢乘上 μ s 以后 ，μ s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这条线就一直往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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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下降。如果往下降的过程中两个不会相等的话，那你有问题。OK， 你的这个静摩擦力呢，还是比最大静摩擦力要来得小，所以呢，你不会滑动。但是呢，你看这个图若一直降降降降到这个地方呢有切线的话，那就开始滑了。就是在这一瞬间，再一次，这个是还没有乘上 μs， 乘上 μs，μs 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它就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降到它跟它叠在一块，就跟你像这样。那只要你再往下降下去的话，就是再往下降下去的话，那么它就开始滑动了，因为呢静摩擦力呢就最大静摩擦力要来的小，那就开始滑动。OK， 好玩了啊！这个题目呢，当然，我考试不会考到这么难啊，这是去年的那个能力竞赛全国赛的其中一个题目，做对了还应该有一半以上哈，应该有一半以上，因为其实 idea 并不是很难。但是唯一真的要记得的就是第一个数学，如果就物理来讲，其他都是数学，但就物理来讲，就是要记得这个式子，其实非常有用，再一次，你的这个物体它的位置呢，可以用 O prime 加上 O prime A 来把它相加，两个相加。那你如果把它做微分的话，两次微分得到加速度，那就等于第一个做两次微分，跟第二个做两次微分，那这个就分别是两个素元中运动的向心加速度。OK， 好，这就是我，对我们来讲，这个物理就只有这句话，向量是可以叠加的，所以如果你是加速度或者是向速度，它其实都是可以叠加的。OK， 好，我们在两分钟就休息啊，你想两分钟能讲什么？对，两分钟我们就要开一个头啊，两分钟要开一个头。牛顿力学终于开始了啊！牛顿力学，力啊，力 force 啊，力终于在我们的课堂上面出现了啊。那力，牛顿力学最大好处是，听起来非常熟悉嘛，对不对？啊，讲力，当然没有人知道说力是什么，没有人不知道力是什么东西，对，用力打，打下去，这个是，这个当初做投影片的时候，这个电影正红，现在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那年我们曾经一起追着你。就把刀扔掉 ，OK 啊，所以那个他常被罚站，罚站的时候你要用很大的力气，啊，打下去的时候要用力打，所以呢，力这个概念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就随时都在出现嘛，不是如此嘛？这就是为什么牛顿力学事实上呢，对一般人来讲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容易能够讲得清楚的啊，讲得清楚。这先跳，这下一节对不对？先把最重要的概念先交代给大家听啊。最重要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句话啊，就是。所以呢，就我们刚所讲的这个啊，所以在牛顿的这个研究里头呢，他发现了啊，月球的运动呢，跟苹果的运动都是一个加速度运动啊，而且都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那更重要的一点是，两个的加速度呢都是同时都是指向地心，好，这指向地心。这从我们刚刚上一节课，还有大家以前学习，这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OK， 但这个事实非常的重要啊，原因这告诉你说，因为你很容易就猜想得到，月球的运动跟苹果的运动应该都受到地球的影响嘛，因为地球就在那里啊。OK， 哇，它那么大，什么人也没有办法不被它影响，就像中国一样，就是这样的。件事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如果他们两个的这个运动，地球的影响应该都是它的原因，好，它都来因。那同样的因就会有同样的果，那它的果是什么？加速度吧。因为对这两个运动来讲，唯一相同的，等一下速度也不一样哦，速度的方向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它的加速度是一样。OK， 所以可见
你的这个运动的轨迹的相同特质就是加速度，因此加速度就是因果关系里面的果。OK， 所以牛顿就很大胆的就把这件事情呢写成一个公式，因为呢他知道一个物体的运动，它的结果不是速度。你看大家可能都以为说你让它动，你让它动的话，那你的速度应该是它的这个，但事实上不是。在牛顿力学，在自然的科学里头，原来它的果结果是加速度。好，所以加速度写在右手边，左手边它的因，牛顿人就给它了一个新的名字。当然在那个时候的日常生活语汇里面也，这个字已经早就出现了，那就是 force。 所以呢它的影响或者是它的因，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力， F 就写在左手边。所以呢因果之间必须要相同，所以 F 就必须要跟 A 互相相等。好，当然牛顿立刻看出来这还要跟你的这个物体有关系嘛，对不对？物体比较重的，当然你要花比较大的力才能够推动它，因此中间的这个常数呢它就被它取得重质量。 OK， 所以 F 就等于 MA， 这个事情就这样子。 OK， 好，所以呢从这个观察以及我们上节课的计算，你立刻就可以知道牛顿运动定律 F 跟 A。 当然很多同学在一分钟，很多同学就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呢 F 等于 MA， 那方向呢没错，如果你这样怀疑那就对了，因为 A 有方向啊，所以力也应该有方向，质量感觉不太像有方向，所以质量没有方向没有关系，所以呢 A 给它一个方向变成是一个向量，好，本来就是嘛，不然呢，那力我现在也把它叫做有方向的关系，所以 F 的向量等于 M 乘上 A 的向量。各位应该是从小就见面的牛顿力学，牛顿运动定律 F 等于 MA， 好，就是这样子来的。 好，我们休息一个十分钟，15分钟，好，我们下节课再继续往下讲。